上账了，上账，来来来，100。1万块左右吧，一会儿是1000。像是这边结婚嘛，因为都要闹一闹，不闹不热闹，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个方式。毕竟跟新郎也是好朋友，之前准备了5个月，我每个月就是定期去换。记账的大爷手都抖了。